大哥在喊他职位。怎么了吗？等下我这吗？对，为什么大家要喊安可？你在抓呀？所以我一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就你是这一群的还是这一群？好呀，我一直以为是这一群，因为他一开始就跟妹妹坐在一起。害你爹你，看我怎么样？害奶公真的是哦，安可是吗？ 收心上来唱。好，刚哎六，给我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收心呢，也是我们的最新的歌手哈、哦，他还没排场，近期内要排场的歌手，我们婷婷哦，今天生日了，好不好？ 但是你从 FB 啊、Line 上面都没有通知我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我不喜欢过生日，我觉得当寿星的人会就是当他会发。你不喜欢过生日，但是为什么有人知道你生日，我都不知道你生日？就是脸书会有通知啊，因为我们两个还不是好友啦。有什么要加啊？突破王场了！突破王场！啊？ 好吧，为了处罚你，我们带来这杯滋阴补阳的。来吧，先把上面的奶油吃掉。对，那个一口含掉好吗？吞掉啦。哦，清洁它。这为了处罚你。 吞掉啦！可以把妹妹的眼睛捂住吗？越来越清楚了，没有错。滋阴补阳，好吧，把里面的东西吸出来吧。预备，开始！哇！啊吸啊，你是吞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妹妹不能看哈。 等你18岁以后才可以接受这种生日礼物，快点！尖叫预备去！是的，只要是满18岁以上的寿星，我们都会送他一杯。洗完啦、啊！好，剩下的来，好，那就好脏哦！来拿下去了。 等弄完，他唱完的时候再下去了啊！可以打开了哈，来唱什么歌寿星？把你嘴巴擦干净好。啊，怎么有一种那个闻到那种很老啊海鲜的味道？好啦，我带来这首歌是那个电影的主题曲啊，那个格雷的50道阴影，那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吗？的主题曲，因为我这个未满18岁妹妹啊，那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的电影哈。那晚上这首歌献给大家，叫《Love Me Like You Do》，谢谢。